Hi， 各位同學你哋好啊，我係教 BFS 嘅 Hayson 啊。嗱，嚟緊九月份咧 ，Hayson 會有四個 regular 嘅 plans 嘅。嗱 ，plan A 咧就適合中四嘅同學啦，由基礎跟 Hayson 學起咧，咁你將來嘅路就輕鬆得多噶咯噃。嗱，至於 plan B 同埋 plan C 咧，就適合中五嘅同學仔報讀啦。嗱，兩個 plan 都係教 financial accounting 財務會計嘅，但係同學仔記住啊，要因應翻自己學校嘅教學進度，揀翻適合自己嘅 plan 咯噃。至於中六嘅同學仔咧，就記住要報 Hayson 嘅 plan D 課程啦。嗱 ，plan D 課程會 cover 成個會計課程的最後一個大 topic costing 成本會計的。有些同學仔咧就問 Hayson 啊，如果想報翻中四或者中五嘅 financial accounting 財務會計嘅嘢咧，咁應該點算咧？嗱 ，Hayson 會建議你哋喺 Plan B 或者 Plan C 度揀翻個別嘅 topics 嚟上，咁就可以報翻一啲唔熟或者唔識嘅窿窿罅位啦。有上過 Hayson 嘅堂嘅同學仔都知道啊 ，Hayson 經常都強調要考好會計呢一科咧，小心就係王道，小心你就贏噶咯噃。咁所以希望喺九月份開始喺班學面見到你哋啦，然之後同你哋好小心咁做每一條數每一個 items， 幫你哋喺 DIC 度奪勝。